欢迎收看《全能事务所》。哇，强棒出击！真的，我今天请到了一部台湾的电视史来到这儿。盛大哥，欢迎盛大哥！谢谢。哇，好久不见盛大哥哈！盛大哥一看到的话，看到他的话呢，还是一样哈。跟那个容光焕发，对，跟那个三四十年完全都一样哈。这个以前看他在主播台上面，现在还是一样，全部都没有变哈，完全没有变。要保持运动，真的，你的身体才好。盛大哥，您都是怎么样保养？这个当然早起啊，那个什么晚睡晚起啊，晚睡晚起啊，晚睡晚起，身体啊，始终好像都在动。哦，那么我都要动，运用这个倒立机哈。哦，每天做3到5次，一次3分钟。哦，然后你一天的运动量也就够了。你说是把人倒过来那个啊？这哎倒哦，就这样哎。但是啊，很多人认为这个很危险。对，其实你只要弄好了，是啊、它是双认证的，保证不危险呐、啊。而且只要每天做3到5次就好了。盛大哥，你每天现在都还是在做这个？每天做3到5次，来怎么做来帮我们？然后你的运动量就够了。来，教练，教练帮忙一下，马克思。好，盛大哥来。哇。因为我们有这个专利的脚踝的一个固定器，然后还有一个专利的人体工学的背板，所以其实它是非常安全的。哦，而且是先要调它的身高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对对，调好了盛大哥的身高。盛大哥，你的脚先往外放，先往外。好 ，OK， 好。就每天倒立3到5次。哇，就可以保持你的这样一天的运动量都够了，真的。因为盛大哥，我们其实很佩服您的事啊。今年几岁？78岁了，但是思绪非常清楚，每次谈话性节目的时候都可以对答如流，然后反应非常的快，所以就是因为靠倒立嘛，运动量够，然后你的思绪就灵活，对，然后一切都好。真的，盛大哥平常都没有去做其他的运动，然后就靠这个倒立，在家里，在家里运动就够了。真的，怎么做？我们看一下，下去要维持3到5分钟啊。哇，好，教练这样，试试看30秒了。教练这样子倒立的话有什么好处？其实倒立的话，我们长期，如果很多人因为，因为体态不良、坐姿不良或站姿不良呢，造成体态上的一些问题，然后骨骼啊、肌肉太紧绷，那透过倒立呢，我们可以去把我们的整个结构拉长，骨骼拉长，肌肉更放松，体态更恢复一些。拉长，所以还可以变高吗？对对对，其实我们刚起床的时候是最高的。哦，对，然后一天下来，其实你再量身高会有一些落差。为什么？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，把你往下拉了。对对对，没错。所以这样也算是对抗地心引力，做得相当舒服哦，精神百倍。是，它不只可以那个对抗地心引力，另外一个呢就是促进血液循环。对对对。哎，那这个原理是不是跟我们在做像女生会去做空中瑜伽？对，因为空中瑜伽有个倒立的姿势啊，那其实是我们常很多艺人像这样子，大家都喜欢追求倒立，为什么呢？你知道我们说可以抗老回春，抗老回春之外，你可以练你的这个腹部的肌耐力。哦，所以这个不只是年轻的女生会这样子做，然后呢？年龄有没有限制啊？对啊，原则上年龄没有限制，但是呢，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哦。如果是有，可是我看盛大哥，你平常有在练吧？我是每天都做嘛。对啊，你就练，除了练这个之外，其他运动吗？盛大哥他有这个运动量，一天就够了。我记得你的，我记得你自己的本身的那个柔软度是不是？柔软度很够，也是因为靠这个的关系吗？有关系。来，你起来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来，我们你知道盛大哥的柔软度哈？非常的吓人，真的。对，所以我在想说，他是不是因为柔软度好的关系？来给各位看一下哈，来，盛大哥，你的柔软度，来，我们比一下。哦，哇，你看他可以手掌贴地耶，我只能摸到这边而已。真的吗？对，我只能到这里。你这么硬啊？所以你柔软度那么好，你去做那倒立机可以，那我可不可以？你也可以。我做没有问题，你的柔软度啊会进步，可以试试看。哦，真的，它能够帮助你把那个骨骼把它拉成，然后另外你的坐姿不良的时候呢，它也可以帮你做矫正的。而且骨骼拉开其实就是舒展你的压力的，对不对？高度，来身高。好，身高，身高172，172，所以要先调一下。这个到那个一。可以到多高啊？高的人19几都可以了哈。198。这个需不需要施力啊？都不用施力，其实就是整个放松。他在完全躺下去的时候，你的脊椎是零重力的。有没有说几岁以上的人做比较好？比如说小孩子啊，或是国中生、国小生，如果想玩的话，
最好不要，对不对？我最好先不要。我可不可以让他这样旋转一圈？不行，旋转一圈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所以我现在应该怎么做？现在先把一只手往后，慢慢的往后。我刚刚看那个盛大哥是这样子，而且很优雅的，很优雅，很优雅。对，这其实是非常优雅的，很安全的。你都没动，你看，没有，先把一只手往后，往后一点点，就往后放，往后放，往后放。对，整个往后放。他是用哎，越做越好，越做越好。哎，他这个设计的很好，因为他的重心全部都在我的这腰这边，所以你不会觉得说飘飘的感觉，不会。然后他其实稳定度非常的高。你现在有脑充血的感觉吗？没有，我觉得很舒服。好特别哦，你光是这样子看，左右稍微转动。左，你还可以扭腰吗？你可以把你的髋屁股左右稍微髋关节的地方，肩膀扶着这个旁边的握把，然后稍微做一个转动的动作，可以让你整个身体是更放松。转动哇，这样三分钟我帮你计时，然后我脚那边也不用，也不用，不用用力，用力哈，不用用力，因为他帮你固定好好的，对，他已经都固定好了，所以我整个都放松，所以你把你整个人交给他就没有问题了。那你有觉得这里肌肉有拉到吗？腿有，黑布，然后一直到肚子，整个骨骼，肚子这边也是，你看我那本来肚子很大，这一边的肚子这边有了，消了大概一公分，这里会屁股哦，屁股这里。屁股、臀骨那一边，臀骨那边也有吗？对，臀骨那里，就整个是那个它被拉长，会拉伸。对，那我要常做，常做可以再长高几公分。今天没办法做，因为你穿了裙子。女生，女生那个要翘屁股的那个体态要出来的，应该做这个有用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没有臀部用到很大力量吗？会。对柔软度有帮助了，对整个肌肉啊骨骼的放松是有帮助的，是对体，但结合就是一些肌力训练会更棒，会更好。嗯，对。那这样子可以做多久？建议大概3到5分钟。他第一次做这样做会不会已经三分钟了？差不多。好，那我们一只手回来，差不多了。OK， 两个手，一只手再回来，然后身体两个手慢慢的回到平衡。他怎么不动？要两个手同时，两个手一起这样哦。哎 ，OK， 好。很舒服，哎，还好啊，不会晕眩啊。但我看你已经在流汗了耶，他对我已经开始流汗，他会运动了，他会运动到，哎，这样子倒立会运动啊。也算是促进血液循环哦，促进血液循环。对，所以难怪就是说可以抗老，就是因为促进血液循环了这样。因为我们有些地方的血液循环其实平常是不是那么好的，包含脑部，那其实倒立起来就会发现我们的。这个注意力或者是专注力更好了，眼睛也更亮了。有啦，金学哥眼睛是真的变亮了。可是你刚刚起来的时候，我应该是比较胖的关系，好像没有很顺哎、欸，其实是很顺的，对不对，教练？欸、教练，你能不能标准帮我们示范一下？对，我们看一下，所以你调了一下你的身高，都调好了，好都调好了。哎，你看安全吧，真正专业的安全，安全，安全。好，坐的姿势也要正确。哎，哇，两个手，哇，哇，这是直接180度倒立了，倒立了。哎，教练，听说他这个可以做到这样子的话，是骨骼最放松，是不是？哈，最放松，这样子就跟做，然后这样子血液循环也是最快的、最好的哈，好极了。哇，这样还可以再做仰卧起坐。教练，你这样子还可以讲话吗？可以的，可以。好。好 ，OK。回来呢？回来，哎、欸，你看他回来，轻轻松松就回来了。对啊，哦，脚再施一点力，哦，哎，他这样子就回来了，太好了。所以完全是那个盛大哥，你完全一个人在家里面就可以自己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就没有问题的。所以呢，其实这一台就是盛大哥你的宝贝，对不对？听说呢，他这个是有国家双安全认证的，所以我刚还在问，双认证，对我刚还在问说这个会不会有这个安全上的问题，会不会稳固等等，但其实是很安全的，绝对安全。嗯，而且他这个已经，他有拿下多项的一个专利在，好，这其实所有的这个里面的一个发明的话，其实都有多项的一个专利。是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，在家里头就可以轻轻松松、简单的抗老，然后让身体越来越健康。